告诉自己我还年轻。大家好，谢谢。怎么会有那么多人？明明是小的巨蛋，就让你们来了以后变成大巨蛋。再次感谢所有在座的每一位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刚刚唱了几分钟了，应该会有几乎快15到20分钟哈、哦，那个叫我们的那个谁，我们叫它做年轮大主曲，照道理来说，演唱会可以结束了。大家不要误解哈、哦，我有时候常常拍那个胸，是说我感谢大家的意思。而且在这里你会误解我，好像我在怕怕，不是，我是铁汉，我是个铁汉偶像。